台语的时代，我有一个梦。台语网络有声突破第16号，世界行一刊一，分母报道，作者王淑珍。对浙江的下公馆沿122号管道南清公路五峰起去，沿路伫山坪弯来弯去，过桃山清泉了后，搁再对土场接大陆林道入去灌木。灌木管理站后边有一条专长大约848公尺的分母步道。分母步道的名是对阿泰亚族语游轮来的，游轮是分母的意思。在分母步道通眺望新竹灌木山的景致，感受行在分母中梦妙神秘的气氛。沿路阁有台湾特有的树种假山来，上难得的是伫遮会当观赏到雪山到大霸尖山的圣灵山群峰，雪山西岭线到大雪山的高山峻岭，真正是一个好所在。1927年，台湾山岳会总干事日本人努麦提出塔罗，头一摆爬上大霸尖山。过当当，1928年，伊发表一篇文章，关于攀登大霸尖山的考察甲实践。文章内面有一段安尼描写：这神圣的灵山，啥人会当真实完成大霸尖山到雪山的冲行，得到胜利的冠帽？描述头一摆完成冲行的真甲水嘞。自迄时起，山岳界就开始称呼大霸尖山到雪山之间这条主连峰叫做西流线，也就是圣灵线。作者小盖，王淑珍。女性，我上喜欢阅读、听音乐、看电影、画图、四界行、甲摄影。惯是用台文记录目睭所看到的沓沓滴滴、趣味、自然、甲水的物件。用台文描写使人感动的代志，甲讲故事。通讲是用摄影甲台文来写日记。自细汉，我就真爱狗仔，狗仔的忠实甲天真，是我伫单纯的生活中得到安慰甲活力的泉源。